通过了准岳母两天一夜考验的三位准女婿，开始了求婚前的精心准备。五音不全的霍鹏刚能否在求婚现场深情献唱？古灵精怪的韩东启又会做出怎样出人意料的求婚之举？面对相处十年并养育了两个孩子的女友，李吉渊又将如何深情告白？更多精彩内容就在中国式求婚幸福求婚日。欢迎收看由中国天然花之饮品开创品牌九朵玫瑰和因为真珍珠所以真美白的珍珠美白养肤专家金润珍珠联合冠名播出的中国式求婚。中国式求婚由中国黄金饰品诚信纯度第一家孟金源首席赞助。本栏目由中式家具家装领袖连天红特约播出。中国式求婚奖品由海伦凯勒引进特别赞助。感谢智生活小人生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2588元擦窗机器人窗宝。登录乐视网、乐视移动客户端、搜狐视频、腾讯视频、迅雷看看、风行网、爱奇艺、PPS 观看更多的中国式求婚节目的精彩内容。登录微博参与天津卫视中国式求婚的话题讨论。在前三周的节目里，三位平凡的准女婿面对三位霸气侧漏的准岳母，进行了两天一夜艰苦卓绝的体验。准女婿韩东启从进门遭遇百般挑剔，到生日晚宴打开准岳母的心扉，小韩不仅成功地拉近了与准岳母之间的距离，更是赢得了准岳母对自己的认可。三位准女婿中最为特殊的李吉渊做好充分的准备上门提亲，却被准岳母断然拒绝。眼看任务就要失败，李吉渊的一封真诚书信却扭转了局面，不仅打动了准岳母，自己也如愿地踏上了幸福的求婚之旅。患有严重岳母恐惧症的霍鹏刚处处碰壁，两天一夜的体验中除了添乱就是添堵。几经波折后，这位陕北小伙也登上了通往求婚的直通车，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一向在人面前羞于表达的他，此番想通过现场演唱一首歌曲来打动女友。我们换一首吧，我们换下一首吧。夜渐渐的深了，鹏刚还在为第二天的求婚一遍遍的练习着。我们另外的两位准女婿又将如何计划自己的浪漫时刻呢？二三四五大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哎，哎，你好，你好，来了来了。这是那个中国式求婚的那个练舞的是吧？对对对。哦，您是金老师是吧？对对对。哦，我是想参加这个节目，就是想练习练习。我听说学学舞，我听说了，好吧。你这不胖呢？你这可我这吗？我这。行吧，还行，你这差不多，好吧，那行，我先来个简单的，你先跟我学一下，好吧？我一点基础都没有啊，没关系，没关系，谁刚开始也都没有基础，对吧？我这学一下，跟着我先学一下，好吧？试试，好，试一下啊，就是你做什么我做什么是吧？对对对，好吧，来准备，五六七八，往前右脚向前迈一步，右手伸出来，这样，右手摆手，好，头摇头啊。这样摇还是他这么摇，好吧，好，来跟我做一遍，预备，一二三，我怎么那么别扭？好，来一遍，五六七八，一二三四，是吧？对，然后再来一遍。我老想看你。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不行，我摇。有点晕是吧？嗯。继续下一动作啊，向前走。OK。这个啊，手势 OK， 来向前走啊，好、okay. ，一百七，还摇吗？点头，这边是点头，来跟我做一百七，一，跟着这个手一，好，来啊，一百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不是这样晃，是向上下啊，向下吧，好吧。老师还有难一点的吗？就这个，就是这个还行。啊，有难的动作复杂一点的。OK， 来，你跟我学一下啊。翻跟头吗？不用，不用，不用。好，好没问题。啊，一、二，好，三大，然后开始做一百七，三大，对，来，别用了，动作别用，来一百七，一、二、三、四，好，转身啊，一百七，五、六、七、八。好，跟我做一遍这个脚底的动作啊，一百七。怎么觉得像二人转呢？不是，转身啊，转身，来一百，蹦起来是吗？对，蹦起来，一百七，左脚第一步，一，
二、三、四，好，学会了吧？试试，可以，试试。那你来一遍，我看一眼啊。预备起，一、二、三、四，蹦，五、六、七、八，没动作。你这动作有点太可爱了，像有点像企鹅，没发现吗？就是说你还控制一下，就让自己啊轻一点。你是风吗？轻一点。慢。就是你音乐来，这样可能效果会好一点。行，好吧。好。热了。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电话打给你，美女又在你怀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那心如雪地。小韩，这难道就是你求婚的节奏吗？你好，小雪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您贵姓呀？啊，我姓李，李吉渊。哦，你好。啊，那个，您是来？给孩子报名的吧。啊，那个香秀老师是这样，就是我不是来给孩子报名的。您是要做什么？我要准备给我女朋友求婚。求婚？你这个求婚不应该来我们这儿吧？对，是这样，你听我解释一下，就是我求婚，因为我的爱人呢特别喜欢小朋友，能借助小朋友的力量帮助到我，希望求婚当天。成功几率会大一些，是这样。哦，那是你需要多少个？二三十个吧。二三十个。对。这个的话是关系到小朋友的安全问题。你看您，我现在也不知道您那个详细身份，对不对？我不可能把这三十个小孩直接就交给你了，对吧？我们看一看我身份证。那我看这个身份证。来，我也是当父亲的。身份证给你。这样吧，到时候让那个家长可以陪着一块去。那什么时间呀？时间的话，到时候可能就也就半天时间。半天时间。对，到时候去完了，到时候我负责那个管饭。哦，不是，那这个安全问题的话，这个我们还是需要跟家长沟通一下，协调一下。我觉得可以帮，但是我们的孩子的话，估计是够呛，看他们愿不愿意帮助你这个。行，非常感谢。没关系。好，那这边来。先放。谢谢小朋友。然后再让叔叔说一下这个情况吧，好吧，来认真听一下啊。叔叔呢是要跟一个阿姨求婚，希望各位小朋友来去帮助到我，好不好？好。好，谢谢，哎呀，太可爱了，太配合了，预想的不一样。小朋友们，咱们会不会唱歌啊？都。我想看新娘子，我也想看新娘。行，一会儿就能看见新娘吗？结婚戒指，我当伴娘去啊！我带小伴娘，我也要。好。你们能会不会走队形呢？会。好，我现在这样啊，我站在中间，一会儿你们大家了就围在我身边，好不好？好。好，谢谢，好。
对，先插两排，完我站在中间啊，一会儿你们就围着我。哎，这样好不好？咱们那个来，就是帮咱们先排练一下，就是喊一句台词。神秘，现在还是神秘的阿姨啊，一会儿我们就来看见她了，啊，哪个？一会儿咱就能看见她了，我们先排练一下好不好？来，先不说话，来听我说，啊，好，真漂亮，好，听我说好不好？现在我们来演，停一下，行。好，来，我们现在唱歌好不好？唱，喜欢唱哪个歌？行，好，小星星。我想唱那个。唱小星星。月色。啊，不，那个不好唱，那个我们唱小星星好不好？好，我们大家一起唱，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唱小星星好不好？谁起头？行，好，来你来起头好不好？好，我一会儿再下一个歌你来起啊。行，你先起来。好，预备。来，像我们再演练一遍好不好？就是一会儿我到现场以后，我一旦跪下以后，你们就开始喊嫁给他，好不好？你看我听我口令啊，完看见我一跪下，你们就喊嫁给他，好不好？注意啊。继续，不许停，好。准女婿们还在认真地筹备着自己的浪漫时刻，伴随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忐忑、紧张、激动、兴奋，时间来到了决定他们一生幸福的一天。别人求婚那一瞬间的幸福，其实真的，你想进去也不可能。但是我们为他们营造的这个东西，我们同时也幸福了。我个人觉得大概就是一种传导，所以我衷心的拜托大家，今天晚上把你们所有人的幸福的那个笑脸拿出来，让新人感觉到自己的幸福，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里是位于北京三里屯的纳里花园，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心中向往的时尚圣地。但是对于三位准女婿来说，这里可能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赋予非凡的意义。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三位准新娘说了谎。我告诉他们，在这里谈的是求婚的想法，但是期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巨大的惊喜。
摆一个心形的那种，对，然后中间放着花，然后满天的那个炮竹烟，那个烟火，你知道吗？我喜欢这种场面。来，走。开伞，一开伞，一开伞就放炮炮。来，走。先往转医院，你们的位置，你们的位置应该是那边。就是他会很具象的说，海边，心形的蜡烛或者心形的一个什么东西。对，你好像如果让你具象化的话，你觉得你那个具象的东西是什么？啊，是我突然一个念头想闪过我的脑海，就是花，我觉得花，就是什么样的花？花海。就什么样的花？然后我还很向往那个他们老家那块的油菜花，陕西嘛。然后那个油菜花海，就是你为什么对这种农村的东西，觉得叫不叫田园风？田园就对田园风特别有这个自己的那种感受呢？想要这种东西，因为从小开始就是生活在那种环境当中，然后很熟悉，也很喜欢。你们家那个人最不擅长啥？他最不擅长应该是运动吧。那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考虑，就是说让你爸跟他再打一场。我看是你这样求婚行吗？就如果他穿着运动服出来，你会觉得我觉得还是不行。为什么？我觉得不够浪漫。浪漫到底是什么？浪漫就是可能给我一个惊喜，然后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就是平时我看不到他的另外一面。觉得呀，如果他当众哈，当着很多人的面，然后能吻你。先坐着啊，我去一下洗手间啊。哎，好的。哎呀，爸爸，我觉得我喜欢郁金香。哦，郁金香可以。郁金香可以。爱你。爱我，为什么还不娶我？怕你妈不同意吗？这都是借口。这都是事实好吗？我现在没车没房，我怎么娶你？你妈肯定不会同意的。那就等着同意
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西丫头，你我相遇在何鸿大，相恋在何鸿大，从最开始的相识相知到最后的相恋，风雨走过四年，毕业后我们一起奔赴北京。在北京的日子里，你在北京住着四舅家的大房子，无比的欣喜，我记在心上，我一直没有忘记。今天我实现我对你的承诺，在油菜花里向你求爱求婚，请给我时间，我以后会逐渐实现你的愿望，嫁给我好吗？帅呆了，不行，我心里发慌了。自己控制速度，自己控制刹车。要是现场那么多人，是所有的会有50个人跟着你在你的车后面，跟你后面走，在你后面，你边开后边开，是这样的。真的？对，所以说他们是跟着你的速度，你快就快，你慢就慢。不瞒他们站这儿。啊，没事，他会躲你。这有喇叭。这往后退怎么开？嗯，往后退。捏着刹车，回去。好，再来一点。现在按走走走，哎呀，开太快了，这很快，还没自行车快呢，往这边打方向，对，慢点，你也刹车。小薇，给点油门往这边推，就这手往回拉，对，使劲往回拉。那还推啊？就是往前走了。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对。哎呀，我心跳的快得很，紧张的是。
的那个他有点想家，我无奈他对我说了很多很多。爱我吗？恨什么？未来还会恨什么？你看每个问题都好难答，你看每个问题都要回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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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欢迎收看由中国天然花之饮品开创品牌九朵玫瑰和因为真珍珠所以真美白的珍珠美白养肤专家金润珍珠联合冠名播出的《中国式求婚》。中国式求婚由中国黄金饰品诚信纯度第一家孟金源首席赞助。本栏目由中式家具家装领袖连天红特约播出。登录乐视网、乐视移动客户端、搜狐视频、腾讯视频、迅雷看看、风行网、爱奇艺 PPS 观看更多的《中国式求婚》节目的精彩内容。登录微博参与天津卫视《中国式求婚》的话题讨论。天津卫视传递生活。